是演员乔欣的生日，在生日当天他发微博表白杨紫，并向大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看杨紫能看到对眼。杨紫还在下方互动评论，可以看出两人关系相当亲密。图片中乔欣抛出了之前杨紫说过的一番话，杨紫曾经表示两人走到哪里都相互挂在一起，要求乔欣要一直看着自己，不能看别人，所以导致乔欣之后跟他讲话总是盯着他看。乔欣称两个人关系好到上厕所都要互相等，不愿意离开。杨紫随后就在评论区回复，傲娇宠溺的称乔欣死鬼，并大放情话，还是那句，别人都是逢场作戏，只有你是此生唯一。乔欣也是立刻回应，此生唯一，看到对眼算什么？五八新闻，两姐妹的情谊也是相当令人羡慕啦。